先生命危，放弃急救，背后暗藏恐怖阴谋。先生心肌梗塞，被送到急诊室，太太一直在旁边阻止，不要救我先生。他拿出了医疗委任代理人委任书，医生就很生气。这位太太，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委任书的意思？那是指我救不活的，我一定救得回来，我非常有把握。你在那里阻止什么？就是他们奸夫淫妇，我哥一定是他们害，赶快死，他们赶快拿钱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君，淑女家务事。